神奇的化学作用就发生在邓俊文和谢影雪这对羽毛球混双组合身上，是属于顶级超级系列赛的丹麦公开赛击败世界第一的国家队组合夺金。要攀上高峰，运动员面对的难关或者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四眼球后吴安仪在三月的女子桌球世界赛苦战九个钟，再度成为世界冠军，全年一共扫走七个锦标。攞奖攞到手软的还有香港剑击队，主场出战亚锦赛，除了世青冠军张家朗、江文蔚个人赛扎印，团体赛全部有斩获。高尔夫的陈芷晴再进一步，历史性赢得2018年美国女子职业巡回赛 LPGA 全卡的参赛资格。适逢本港回归20周年，多支英超球队访港，包括热刺和利物浦等。还有 NBA 对 CBA 的篮球赛，为球迷带来一个难忘的夏天。但有人欢喜有人愁，南华足球队年终申请志降，八年老店首度淡出顶级联赛的舞台。香港足球代表队主教练金判坤请辞，转职南韩足总出任技术总监。无线电视记者陈宗礼报道。